还要提醒大家，投资真的要小心，张大眼睛，不要别人说了就信。像是呢，关岛这个地方啊，很多人认为呢，租屋需求高，吸引了房产业者仲介当地的房地产。不过现在民众就爆料说，关岛房产业者呢，就来台湾销售当地的房屋，而且呢，说什么这以市价两倍来卖给了台湾的民众，而且还保证说，其实他们有一定的这个报投资报酬率。但是呢，民众购买了关岛房屋之后，发现出租之后一两个月，租客就退租，而且买的真的是买贵了，让台湾的投资人血本无归。不过我们也求证了被投诉的业者，他们也做出了反驳。蓝天、沙滩，还有美丽的大海，关岛是许多民众心目中的度假胜地。但现在因为当地有驻地美军的住宿需求，租金报酬率高，也成为海外投资的需求之一。网上上装潢美轮美奂的房子，加上标示出高投报率，相当吸睛。不过却有民众投诉，有房仲业者在关岛当地用总价210万到240万之间买入没有土地产权、仅能使用20到30年的房子，加上装潢的整修成本顶多300万，却用600万的价格转手出售给台湾人，谋取将近一倍的暴利。还说当初中介业者号称每个月可以收6万元的租金，投报率高达12%，但实际上出租1到2个月后，房客就退租了。不过求证遭投诉的关岛房仲公司却强调，出售之前都已经跟买家讲清楚、说明白。我卖关岛房产，如果没有土地产权，我会事先说明，我们就提供一条龙的服务，就如果将来卖掉也可以帮你卖掉这样子。那我目前房客应该都很可以评。那现在这边帮你写的部分就是你的。台湾的房价高居不下，许多民众转战海外购物置产，高投报率相当吸引人。不过专家还是提醒要小心，海外的部分的话，它的这个透明度就相对的不是那么高，所以一定要先做好一些功课。汇差损失较难以估计，加上国外当地的实际情况，民众在台湾难以掌握，台湾置产前还得注意后续出租问题有没有保障，以及转手的问题，才不会让花大钱购买的房子最后血本无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